主体，主上体那是啊，又有点像废纸一样的东西了啊，现在那个外星人的废铁往天往上空啊，嘣一抛那个转基因粮食啊，往一抛以后，那个再掉下来的时候，沿着那废铁的那个边缘哗，天然啊甩出去，哦，现在转出来的。距离很远啊，到处在扫，那个非转基因粮食啊，到处在撒非转基因粮食，他们试图要把那个没有被人类破坏掉的那个非转基因粮食播种到地里边，让地球人收获到非转基因粮食，然后它作为种子来继续的培植啊，让它战胜那个转基因粮食啊。好，知道了啊，好，再见啊，再见。